红中央电台网址 www.ahontp.tw。四经八功心病理，七情六淫七病情，等过完善中国法，医德良心天地地，阿弘健康万丹。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士李明铁中医师制作。每礼拜一到拜五，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介绍中医医理、病理、药理，包括中药、草药、病例、医案，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对中医药有兴趣，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腹肚定在做药毒、心情未轻松。袂顺事的朋友，来，大家互相知识的这个小交换。人讲见一事，长一智，先生贤士，主人福。无少气焰，互相研究，互相探讨，在临床上的这个参考，并且注意先进动刀，多加批评指教，感谢努力。各位亲爱的阿宏健康万谈，安尼侪网友观众，大家红光快乐，大家好，真欢喜又搁到咱这个阿宏健康万谈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是伫个阿宏中央电台每工拜九拜五下晡时四点开始到六点，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啊，咱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吼。来，那么今日啊，咱就来甲大家研究、探讨、分享这个糖尿病临床，也就讲这个验方吼，提供大家注意网友观众啊来 DIY 做参考吼。头一贴就是山药黄泥汤啊。那么这个山药是中药房底卖的这个山药，唔是咱台湾即马吼啊一箍遐一箍吼，啊迄青无同啊吼无同。那么你再去药店贴这个淮山药，那么咱这个淮山。甲这黄连汤，这两味，啊，落去水，落去煎。那么你要食浓缩会使袂？会使。哦，因为安怎讲，你这糖尿病，唔是的孙安尼啊，这个急性的你，啊是慢性的糖尿病，所以你这爱吃一阵嘛。当然。
去捡咱这个浓缩的，浓缩的哦，不是迄个怎啊就去加粉也无同哦吼。这浓缩的淮山药25公克，黄泥10公克。那么这个黄泥油丸会当降糖分，会当降糖分。当然，淮山药嘛会当降糖分。虽然讲伊内面有这个淀粉类的，但是伊山药伊内面有一挂成分会当调整这个胰岛，调整这个胰岛。所以，咱糖尿病就是咱这个胰岛啊，胰岛。胰岛素分泌无正常，到尾啊，你若是要食西药，伊个即个降糖个也好啦，吼。啊，那么你到尾啊，啊，即个胰岛啊，你着全歹去，歹去你规世人，都爱到尾往过煮个啦，吼。人讲煮即个油脂灵，就是胰岛素，吼。啊，你叫我多人。过日，保持你的这个性命。虽然多一下讲这个淮山药，25公克，黄泥10公克，水落去怎也是浓缩拢会使。那么这个汤头也会当清热祛湿，补益这个脾甲油脂。那么用治疗这个糖尿病。嘴大啦，流嘴啦，吼、哦、啊！食落到底是哪样？容易枵，吼、哦、啊！未想要一点外钟久啦，哪都咧枵啊，都要搁食啊！这种个镜头，会当治疗糖尿病，大家 DIY 参考看卖。第二个哼，乌梅心煮汤啊。那么这外口无吼，这外口无。这拢凉床的，凉床的这个盐分。那么王哥，这个乌梅啊，8粒，冬心50公克，红枣15粒，冰糖适量就好啊，但是要注意啊，嘛袂使超过多，吼、哦，冰糖适量就好啊。那么咱头前是三味油啊，加水落去甲转，转三碗，吼、哦，三碗落去转，吼、哦。那么差不多水滚20分钟久了后，再个下冰糖，冰糖下了，搁落去转，转差不多10分钟，头甲尾半点钟就对啦。那么甲汤小可会安尼黏黏啊，糊糊呢，吼、哦。可可啦呢，这种的这个情形，那么每遍吃3汤匙啊，那么这个药啊，会当同齐一路去吃啦，吃这个乌梅、吼、哦、红枣，这拢会当落去吃，心啊嘛会当薄薄落去吃，吼、哦。那么这个汤头也当保养到这个脾胃生津止渴，治疗咱这个嘴大啦、气大啦、声音低啦，哦，就是细声啦，哦，啊无啦，定定吃，或者是讲身体虚弱啦，哦，手术了后要保养的啦。那么这个冬心、红枣、冰糖，这药丸会当来个保养，身体用起来。第三贴，香瓜皮、天花粉饮。那么这个香瓜是什么瓜呢？就是西瓜皮、冬瓜皮啦。
那么西瓜皮、冬瓜皮各15公克，天花粉12公克，那么加水落去煎，哦，每天两遍啊，每遍哦吃半杯。那么这个饮，伊会当清热、祛湿、利水。除了咱这个糖尿病、嘴干、放尿会流啦，哦，放尿会流啦，哦，咱所知影，迄哦糖尿病哦放尿安尼，会流会流吼，甚至会有泡安尼啦，哦，这治疗安尼。那么第四贴，山药玉竹炖吼，炖迄个白蛤啦。哦，什么叫白蛤？来，那么咱上好的吼，迄个白蛤就是朦胧白迄种的啦，吼、哦，朦胧白苍苍的啦，迄白蛤一只。淮山药玉竹各50公克，那么将到这个白蛤门甲板落清去，啊，甲这个内脏甲去掉，哦，那么甲两味，咱拄则讲的这个淮山药甲玉竹，哦，中药啊，拢同齐落去煮啦，注意哦，唔是放喺腹内哦。有的吼，啊，那么迄个有的心啊，点个点搬家啦吼，点分教啦，啊，有的就是安尼，内面结果转转袂入去，水拢袂入去，哇，啊，拢打打啦，迄唔对哦，哦，迄唔对。所以当这个孙阿娘白分教啊，啊，就去点啦。炖熟了后，食肉啉汤，伊这个功能是安尼生啦，伊会当滋阴益肾、清热祛湿，所以用伫个，譬如讲消咳就是糖尿病，吼、哦，啊，食多啦、啉多啦，吼、哦，气底无力啦，这种的这个症头，啊，咱。这个糖尿病，也是个严重，啊，咱就报告到这。有问题免客气，咱现场电话0800-299-777-138，现场电话0800-299-777-138，咱的电话是0800-299-777-138。普通时做你家己用过来，阿宏真欢迎，啊，不然就到这做结束，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健康问题，再见，拜拜。